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多用途四代半战机阵风和欧洲台风战斗机以及瑞典的萨博 GAS-39 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是公认的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战机，拥有出色的空中格斗、对地攻击能力，甚至还可以作为航母舰载机投掷核弹使用。站在国际社会角度来看，阵风远远没有物美价廉的台风受欢迎，但印度空军还是在试驾过台风、美国 F-16 和 FA-18、俄罗斯米格-35以及瑞典 GAS-39 鹰狮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开出天价的法国阵风。阵风是欧美国家为数不多采用压式布局的战机，装备进去耦合压抑，整体机型相对较小，最大起飞重量在22吨左右，是很典型的中型战机。和其他战机相比，阵风拥有出色的低速可控性，非常适合航母起降，通过前翼导引气流下行，经主翼减少涡流，使降落速度最低可达到213公里每小时，最低速限制设定在190公里每小时。如今法国海军装备和出口的型号都是阵风 M， 2003年才对外宣布正式入役，此时距离法国开启阵风研制项目已过去20多年。幸好这一型号相当耐用，正式入役后就再没进行过大的技术变动。正式上舰之时，机翼依旧采用原有设计，并没有改成舰载机常见的折叠翼。和美俄这样的军事大国相比，法国这样的中型国家要想不断提升军事实力，早日启动第二艘航母的建造计划，军售是个不错的选择。像阵风 M 这样的舰载机，戴高乐号航母再能装也不过30多架，转化为实际的利益还是要看出口量。可这款法国战机出现的时机太过尴尬，美俄这两个军工大国基本已经包揽全球中型战机市场，这款战机性能又太过平均，留给他操作的余地实在不多。直到五代机队伍也开始扩充，急需增加国家空中战力，求购 F-35 战机无门的国家开始盯上性能不错还不需排长队的法国阵风。2015年至今，法国先后向印度、埃及、卡塔尔等国售出114架次，部分售价比美国最新五代机 F-35 都要贵。现在还在和台风竞争芬兰、西班牙、瑞典、阿联酋的新战机项目，以争取获得更多的订单。阵风这种功能全面的战机，十分适合那些预算有限又有空中战力需求的国家，只要不像对印度一样漫天开价，还是蛮有市场的。